红衣狮队今天如果能够再拿下胜利的话，将会变成 M6， 上半季封王的日子呢也会渐渐的接近。之前呢有在算这个球，现在看到打到的是右外野方向，也蛮深远的，出去了。出了一支三分打点 ，3-run home run 的全垒打，在垒包上面有两名跑者的情况之下，从新秀黄宗成的手中啊，敲出了台南球场第1000轰出现了，也成为史上啊这第三个球场啊达成千轰的，继台北还有台中球场之后呢，台南球场的第1000轰是由庄泰山所敲出来的，带有三分打点。哇，厉害！哇，真的要让他当英雄，这个确实厉害。也必须要当英雄，要有实力，就像看这一刻。这也是张泰山呢、敲出了这支全垒打，在本季个人的部分呢是第6支。上一次叫全垒打呢是5月23号，是这个礼拜。个人的第6支全垒打，带有三分的打点。球当然要拿回去做纪念。台南球场的第1000轰。完全被他掌握到了，这个球打得不但平而已，而且有力量。泰山这一棒啊，直接把垒上的队友通通扫回来。直接出去。在这个半局，哇，这个黄宗成啊，受到了震撼教育。对，